高乐工业区今年首次得到经济部工业局的支持，发展食品产业特色纪录。今仔日伫咧各界见证之下，有三间关公工厂以及九间食品加工业者来加入提名。接下来就是由金属中心负责产业推动的升级转型。上届特别的是，这次阁跨界和华为科技大学来合作，联合产业、官方、研究以及学界资源，打造实在好水道的行销意向，也借此加强地方经济竞争力。斗六工业区临近国道三号，而且无论是位斗六市，还是要行向哪来乡，拢有一条非常便利的第三线会当通行。对于厂商业者要将产业升级转型，这都是头一项上好的条件。现有的巩固好，把斗六对这个意向跟整个行销，让人家信任、信赖，然后再加入的话，这个团体就会也扩编到从斗六队、引领队，甚至未来。首都得到经济部工业局支持发展食品产业特色，斗六工业区的观光工厂甲食品加工业者也拢非常愿意联名行销，希望以高标准的食材好吃到满足消费大众。我发现我们工业区里面食品厂商是最大的群组，但是食品厂跟食品厂彼此之间的联系在日常并不是那么热络，甚至说，我们都不知道彼此在做什么样的一些产品哈。或者是我们的需求，或者是我们有什么资源可以共享，所以在一个机缘之下，我们知道了有这样子的一个聚落的辅导专案，所以就积极的去申请这个聚落，就希望透过聚落的一个运作，让我们区内的食品厂商大家可以资源共享，可以互通有无，可以牵着手一起来成长。包括观光工厂甲食品加工业者，总共有十二间厂商加入联名，其中阁跨界甲湖北科技大学合作，希望透过研究、学界创新科技力量，替产业转型带入实际的加分。他们就有这样子很多的能量，可以来协助厂商做，不管是概念啊，或者是学习。等等之类研发等等的一个提升，未来的这个各项的推升计划，只要有需要云林县这个地方，我们一定会全力来配合。那我相信今天我们是向内埔食品聚落来取经，未来呢大家一定会来我们的斗六工业区来我们的食品这个聚落联盟来取经。在地业者愿意投入心思推动电子商务的行销模式，那从一级产业提升到二级产业，也强化地方经济特色伫全国平台的竞争力。记者陈伟，从不到。